我是肖恩，是一名职业吃鸡高手。我这个职业高手哦，差不多要两个月没有吃到鸡了哦。不过也是有原因的，要不是我的 WiFi 哦连到狗这样，你们看到的视频都是把把刺激的，你懂吗？绝对不是我的技术有问题，你们知道啦，我这职业选手怎么可能技术有问题呢？我的阿妈阿公左公左妈的 data 我都借过了。哎，对哦，我的上姑老婆的 data 还没有跟他借过哦。压死啊你！ OK， 不吹牛逼了，现在要开始操作了。刚刚目测前面的房子和旁边的房子都有敌人，我们赶紧随便捡个枪就可以杀过去了。OK， 我们再捡到了一把 UMP45， 是一把使用45口径的冲锋枪，虽然它威力不强，不过射速非常的快。另外一把武器是 MEUS， 是一把可以连射的步枪，也是我最讨厌用的枪。不多说了，是猎杀时刻了，这把我要杀个七八十个。哎，有一身绿的跑过来哦，赶紧护那个全身绿的，别让他跑了。What the fuck， 你还敢走这里？肯定你很看不起我嘞，明知道这里有我这个大神在，你还敢这样子没有武器走过来？那个谁破干，你这次在侮辱我，你懂吗？你这个一身绿的，你没有说我你种熊找普及吗？我从没看过被女朋友绿到一身的，还可以这样嚣张。这一身绿的衣服好像不错看哦。刚刚他穿着这一身衣服这么嚣张，说明这衣服可能自带了嚣张的 buff。 哎呦，你看我这一身绿的还有一个小尾巴，这一把我就穿着你了，我带你吃鸡。刚刚跳绳的时候看到这里好像有跳了一个人，不知道还在里面吗？我们偷偷摸过去换 BGM， 全部点点吗？我们从这个窗口偷窥一下，哎，这边好像没有被收过，说不定是敌人的圈套。这种骗小孩的东西我已经看穿你了，特地留一把武器在那里，想让我放下警惕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想必你应该知道我在这里了吧？出来吧，正面对刚。哎，他好像真的没有跳这里哦。OK， 我们是在前往市中心，周围都是枪声哦，打到很奇怪哦。有枪声的地方就有肖恩在。目前我们还不清楚敌人的位置，我们先进去这个 supermarket 躲一下，不是叫做躲，是叫做观察局面，懂吗？A few moments later. OK， 躲了一阵子了，他们应该死得七七八八了。我们还在圈里面，我们再去收一点物资。不过得小心一点，附近还有几个敌人在交战着，必须安静点，不能造出太大的噪音。那你们看到我现在趴在这边，人家在狗分哦。对呀，你没看错，我就是在狗分。你有意见吗？哎，又是阿布奶奶的味道，他从那里跑过去了，我们赶紧去追击他。嘿嘿，我们可以搞个偷袭。我们了。Not bad, not bad， 这个身法不错，闪完了我大部分的子弹。紧急师那段剪掉吗？记得。快点播，这个叫做瞬秒，一个投过去罢了，他就是死掉了。哎，有敌人，冷静下来观察周围的情况，发现敌人就在刚刚我降过的那个房子那边，这个距离有点远，不过对我来说的话 ，no problem。距离太远，我们射不中也是情有可原的事情。OK， 趁现在我们赶紧冲过去，赶紧压低你的 body 找掩护。他还在房子里面吗？哎，他好像到外面出来了，你我都闻到你的嘎拉呆味道了咯。哎呦，小笑哦，各位观众看我的瞬秒。又呕到这样大声状况，这是基本操作来的辣条。对了，忘了告诉你们，前几天呢我偷偷去考了 model 的 license， 至于我有没有包 license 啊，我就不告诉你们了，你们自己猜猜看。诶，又有敌人进入战斗模式。诶 ,what the fuck, 多么我又练了。两把也要死了，快点走。走怎么可能走，这样我岂不是很没面子。不好意思兄弟，我穿的这一身绿的衣服就是这么嚣张。我跟你讲啊，你已经是一个 dead body 了。你今天惹到了一个非常残忍的职业吃鸡高手。仔细听，他已经跑过来了。哎呦，这么像波道的你，你应该多看那个肖恩的 video 咯，他的技术这么牛逼，你们不去学学啊？屏幕前的你们也是记得啊，订阅，然后那个小铃铛不嘎一下，这样你们就不会错过我任何一个视频，懂吗？还没结束，这里还有一个敌人，不过我还不清楚他目前的位置在哪里。哎呦，阿妈有人搞偷袭，进去进去，快点进去！我们先在这边卡破视野，如果以一个普通人的角度来想的话，应该会绕过来窗户那边发起进攻。What the fuck？我是谁？我在哪？我是你阿妈。此时我发现一个崩盖在那边，我们开摩托去撞他。我老爷差一点，没关系，我们绕去小房子后面。少佛呢 ？OK， 进入战斗模式，那个敌人还在那边。怎么这个站在那边很像人机的？你阿妈耶！我打个人机竟然用了那么多发子弹。
启程我的心爱的小摩托，他又该不会有敌人，又是来送人头的，赶紧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先祸死他。 Yo, who, your daddy is coming。老A，谁放心，我发现你了，看我的金属加枪，你已经没了。哎，怎么这个很像人机的？这不科学啊，我开了那么多枪，这个人机怎么还没倒？你阿妈呀，这个真的是人机。要怎么样才能让队友觉得你是个大神？来，我教你。我们只需要打药的时候上下上下，像一个手牌这样。这样的举动也不完全手牌，因为这样的举动敌人很难瞄准你的狗头，而且你的队友还会觉得，哇哦，这个肯定是个老手。换酒波，这个叫做一石二鸟。如果用英文来说的话，应该是叫做 one the long two good good bird。哎，前面又发现一个敌人。我老魏又来一个人机，每天人机很闲的嘞。你阿妈也人机，一直来找我，看我不复活死你。哎呦，还不要狗带咩？快点狗带，带带。哎呦，这一段不要剪进去哈，很下水我阿妈嘞。打不中人机的话，要找什么借口嘞？可是啊，站在那里罢了哦。如果是真人的话，我要找什么借口都 OK 啦。这个破盖是个人机站在那边没有动的哦。哎呦，阿妈有人找东西，谁破盖啊？这次应该是真人的吧？我要开始操作了。根据刚刚的枪声判断，他应该就在前面。果然如此，就躲在石头后面。谁放心，我来啦！旋转跳跃 ，say goodbye， 退，垃圾！你们是不是以为我会死嘞？哈，想多了吧你们？糟糕，我的摩托要没有油了，只能换车了。如果开着我的摩托的话，刺激概率会非常的高。没办法，现在只能开马来西亚的波动喵喵。Stop！ 我们换一个比较小的波动喵喵比较安全。他开着邻居家的波动喵喵，最迟日落。Cookie 吗？敢撞我的波动喵喵？哎呦呦，我杀十个了哦，不知不觉。哎，又有另外一台波动喵喵过来了哦。我刚刚只是追着日落罢了嘛，撞过你们追着我打哦。猎老不会啊！哎呦呦，快点跑！上面有人偷袭我们，他差点误中我的狗头啊！喂 ，sorry， 喂，轻一点，你打到我的波动喵喵了嘞！喂，你们看，我丢一个 Spiderman 哦！喂，功力也要死了，惨了！哎呦，哪里，他秒中我了！快点跳进去！我老喂，吓死我了哦，我差点就死掉了，你懂吗？你这个 Spiderman 刚刚竟然没有混我，换我混你了啦！我丢个红 BB 给你！我老喂，按错了，快点跑！幸好没有给那个 Spiderman 看到哦，不然他笑死了。再请你吃一粒粉 BB， 就决定是你的皮卡丘。不知道有没有炸到他的 BB？ 我们偷偷的出去看，这个 Spiderman 还在不在？哎， Spiderman 好像不在哦，是不是给他不死了？哎呀，不要管他了。此时我发现屋子外面有一个敌人，哼，臭小子，你跟一个职业选手对枪，算了咯，欺负人，我不要跟你打了。喂，你跑过来这么，我都想不要跟你打了咯。我老爷功力了，还是十个人罢了，我要吃鸡咬的嘞。冷静冷静，快点观察局面。哎，听，好像丢炸弹进来了。哎呦，不要进来嘞，快点走开。哎呦，阿妈，我要回家。One hour later。哦，幸好没有进来哦，现在我们只需要耐心的狗在这个房间里面就 OK 了。稳稳进前五名没有问题，说不定还可以吃个鸡呢，对不对？你阿妈，你这个职业选手竟然说出这句话。来了，对面开打了，我来搞偷袭了，谁放心？哈哈，看你往哪跑，你已经死了。我老魏，这样好的机会都给他跑掉，操！ OK， 我们狗哥差不多了，剩下三名敌人而已，我们好像可以吃鸡哦。毒拳怪算了，我们赶紧进那个房子里面，应该不会被打死的。啊，阿妹有人搞偷袭，哈哈，被我骗到了。哎，有一个吉利虎跑过来。我老魏，这样都没有死。reload， 快点，跑过去那边了，剩下两名敌人而已。Surprise， 妈的方哥。OK， 现在又是紧张的 1v1 的时候了。哟，第一次 1v1 哦。哎呦，我的心脏跳很快的，我老魏很紧张。冷静冷静，他就在围墙外面那边，我们必须保持冷静。哎呦，毒圈开始刷了哦，紧张了。我们去墙壁那边查他的视野。我已经闻到他嘎啦呆的味道了，他就在围墙那边。快点打满能量，非常的重要了，现在。GG 哦，直接从我这边刷过去，轰，干掉了，他看到我了。啊，干老子不要吃老姐，我他妈杀杀杀！我是肖恩，今天还是一如既往没吃到气，你阿妈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